各位网友，技术讲这个许知远西奇讲座，这两首词啊，一个奇人写的《长相思》两曲两乐两词啊，两首的意思。那个在奇来讲啊，《长相思》是一个短词，它有两首。当这个台湾蒋经国宣布这个开放老兵，因为人道的关系呢，40年能够回到故乡，在大陆看看亲人，所以基于这种人道的开放，就让那个老兵回去。这些老兵跟政府到了台湾，40年后，蒋经国那个一念之人呢、希望啊，他及时把年纪大的老兵有机会回到故乡看看妻儿、儿女啊，妻子、儿女啊，这两个人呢、把这两个回去那种老兵。讲可以反映他的心情，因为从母子来接这个老兵回去，我们看看第一首怎么想。这第一首呢，写那个儿子跟那个妈妈看到那个夫婿跟那个父亲回来，怎么一个心情啊？风满天，雪满天。那个当然是靠近这个秋天以后的那个，在大陆的有风有雪满天，关外平民居马迁啊，轩关外，你从台湾飞来，飞到关外呢，你看到平民天气好的时候呢，居马迁轩。喧哗的喧啊，忽然间这个关外啊，这种农村啊，这种呢，突然间本来平时很静的，忽然间那个车具啊、马匹啊都很喧，因为有人回来了啊，关外的那个地方啊，相逢心重酸啊，我没有相逢的时候，我怀念。我回来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啊，我开始呢又忆起过去，我那个心头呢又重新酸起来。为什么呢？所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儿女怜，母女怜，一遍人间40年啊，焦从何处言呢？做儿子的看到老爸40年后就回来，已经老了，一个老兵回来，我看到老父亲呢，儿女怜，春情一冲动啊，那个儿子呢，从来没有看到儿子，或者很小的时候看到儿子，40年后再看那个儿女怜，忍不住，母女怜，做妻子的这个母亲呢、也泪涟，一遍人间40年，我们人间呢有多少个40年呢？啊，40年一转眼过去了，焦从何处言？40年这么长远的时间呢、你叫我们相逢的时候，从哪个年代讲起来呢？分别后怎么样讲起来呢？讲不出来，那种这个心重酸，不但是这个回家的老兵酸，母也酸，儿也酸，因为40年来不知从何说起。那个年代呢，也是大陆民众最苦难的时候。这个第一首，第二首，同一样的词牌《长相思》。花
怕缠，越怕缠，这个夫妇的夫，妇辜负了妻魂，郎妇言，丈夫啊，你负我那个颜容啊，你回来的时候，我那个颜容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等于怕缠，越怕缠。我对当时我年轻萧逸的时候啊，我那个捆妾我都没有用过，我负了他们那七裙呢，我都没有好好穿，也没有值得我穿的，你呀，负了我那个颜容了。玩香恨几番？你现在回来啊，你看看我有多少恨意呢？你玩香，我那个恨意有多少呢？因为40年毕竟过去，我现在是什么颜容呢？没有了，你负了我这个颜容了。去意难，留意难呢、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？讲这个老兵的心情，这个讲那个妇人对丈夫那种个心情，现在呢讲丈夫对那个到探春的时候，我去，我离开你，意难，留意难，我留在大陆也难，我说明是刚刚回来探春的嘛，我假如回去，我意难，留意难，为什么？旧因凄寒，新因淡。假如我去的话呢？你看呢？我那个新因淡，但是我也挽不来你那个凄寒。你我呢，都年纪大了，都是相拥，都是旧因凄寒，新因淡。我新娶那个太太在台湾呢。他会变成孤单了，情深两地间，你叫我那个情啊，放在大陆啊，还是放在我台湾那个新移民的家里呢？因为那边呢，我也有40年，这里要离开40年，真的去意难，留意难，啊，情深两地间，这不知从何说起。啊，那这两首词虽然很浅白，但是词呢是讲明啊是非常的浅白，但是把这个真性情写出来了。这两首词啊蛮好的，我来念一次给诸位听啊。风满天，雪满天，关外平明，骏马喧。啊。我那个国语好像是很酸的酸，应该读轩啊，骏马轩。相逢心重酸啊，一泪连五泪连，一别人间40年呐、啊，娇从何处言呢？花怕缠。越怕缠，妇妻群，郎妇言呢、啊？玩香恨几番呢？去意难，留意难，旧因拆寒，新因淡，情深。两地间，啊，真是不胜感慨，时事弄人，戏乱也弄人，使得呢妻离子散，40年以后的居住怎么样呢？不知道，各安天命吧。你看，两地，隔万两地，有这么痛苦的人。
人间呢、啊，真是不想有争张争乱的分别啊！谢谢诸位。